因国家的人就对啦。讲知影这个国王要了解，就讲到底人生是啥物呢？哦，迄因咧一寡专家啦，一寡学者呢，就去写册哦，写足版一册来互这个国王看。这个国王看看，安尼甲看看哦，感觉无满意。遐尔啊侪专家，遐尔啊侪学者，写遐尔啊册，写遐尔啊侪册呢，要来互看，但是伊看了拢无佮意。所以到尾啊，有一个先知先达的人，干呐写六字，伊写啥物呢？伊写人生。伊写这六字，讲人生、人苦、人死。国王看看讲，哦，啊，这六字真正甲咱代表讲，咱人的一生中，拄啊这六字尔，对咱人生出来，到咱人死去，中间这阵，拢是苦的。好啊，请问咱注意这年代的，认为讲你人生是快乐的，也笑。可见咱人生过程当中，自你生下来到尾一块肥倒去，这个中拢是苦。啊，为什么拢是苦？啊，为什么会快乐？咱拢在苦中。苦中咧做作乐，吼、哦，咱拢苦中作乐。啊，今仔日为虾米咱会来坐伫遮？咱就是要有迄个观世菩萨的智慧。伊甲咧讲安怎？你爱离，你爱离来这，你要安怎？来去了解人生的过程当中，要安怎离苦得乐？你若无离开这个苦，你无法度得到了快乐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每一个在座这些人来这边，就是要来了解人生既然有苦，人来讲话讲生老病死。哦，生也苦，病也苦，老也苦，啊，死也苦，啊，搁有求不得苦，万金为苦，迄、那个五温是苦，哦，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一切拢是苦，哦，啊，既然咱来这个人世间，要了解到这个苦，第一，你爱体认。讲，人家讲有讲迄落世间的啥物字上好写，就是这个字，这个人啊，人上好写，两撇的，真简单。哦，人呢，两撇真简单，但是要做人足困难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两撇的，这个咱要好好讲哦，这点下来就是写。这点下来就是数字，啊！你搁爱去了解，这个人内底有一个真的，有一个假的。有一个灵性，有一个肉体。啊，这个不是真的啦。这个肉体是假的啦，第一点你就是爱了解这个，你若无了解这个，你找袂到迄个真的，你唔知你家己有一个灵性，你唔知你家己是佛在转世，你唔知你家己是菩萨在化身的，
所以第一点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。今仔日，咱唔通各项代志拢互咱这个肉体，甲咱咧做主，拢互咱的意识，甲咱咧做主。那安尼的话，你若如果拢一切注重于这个肉体，一切拢伫你的意识当中咧做主，那安尼，你会对到了六道轮回。今仔日你若拢以你迄个心咧做主，拢以你迄个灵性咧做主，那安尼咱才有法度离苦得乐。你才会当找到你原来迄个自性佛。你才有法度找到你迄个自性佛呢。啊，所以咱要做的工课。有当时啊，人拢爱甲咱讲，吼，啊恁修行呢，恁做个工课呢，拢毋是人，毋是咱咧做个工课。为哪讲？因为你食家己个饭，烦恼着兄弟姊妹个生死，迄敢是人咧做个工课？一般人做袂到。你就是有认识到讲，你有一个真诶，你有一个灵性，你要来学佛菩萨诶慈悲心，诶菩萨诶慈悲诶心肠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？为什么咱要来坐伫遮？你毋通看讲坐伫遮，坐伫遮的人拢无简单。互我看见的拢佛菩萨，对不对？Come on。既然人安尼话，咱一定爱较食来参拜的，因为咱人往生以后，互我时常咧想。为什么咱人啊往生以后，迄大汉后生吼，拢也得烦啊，动烦啊，啊动烦拢爱用啥物？用电嘛。对。敢对？对。啊，为什么爱用电？因为电就是这个电。你若要去西方用天道，我这个灯，敢有法度去？困难。所以咱时常咧讲的，地狱无门，罪因路，天道有路，灯大步。你要去天道，你若无有这个灯，带路，你要怎么去？敢对啊？是。当官他是当官的，敢对啦？对啦。会啦，安尼较袂困去，敢对？哦，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去回想，因为互我拢有咧参加这个丧事的代志，啊，所以拢会去家己想啊，啊，为什么？真正诶，为虾米人若往生去诶，顶番拢爱用电啊？我啊想，诶，真正诶，除非即个电无过别项诶会当来代表啊。啊，即个电就是讲，诶，咱今仔日若有班来参加坐伫遐，你着有淡薄仔一点点啊德行走出。你若坐伫遮，虽然你无感觉讲矮矮无啥，但是你迄个自性的当中，你迄个德性慢慢的，家己流露出来，迄个德性就走出来啊。啊无你变啊种，你变啊皮德皮德，培德是培养迄个德性啊！你啊看一粒种子掉落，你若无
你若要施肥，伊袂复起呢？咱迄个自信佛，你若要甲掂伊即条命顶悬，佛菩萨会离咱愈来愈远。啊，所以咱有机会，就爱来参与道场的班次，培养咱家己迄点点仔的德性，互伊自然会当复印开花结果。这是咱人生过程当中上重要的代志，但是一般人拢袂去体认，袂去感悟，袂去体悟，认为讲啊，我着来遮哦，也无创啥，啊，搁听嘛听无解清楚，无解了解，所以伊个心慢慢着转，所以迄个心念足重要。不管咱听有听无，只要咱来这条椅啊，坐久坐稳，佛菩萨就离咱无远。所以过去咱时常咧讲，心念，迄个咱来咱伫道场咧听道理，上重要的，就是迄个心念爱培养得。心念爱养根啦，所以师尊咧讲，心念转个弯，生命无限宽；心头转个念，人生大不同。你迄个念若转过，你的人生就改变。虽然环境无变，但是你迄个心有咧改变啊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命运。就渐渐会改变，不一定即世人看袂到，但是佛法来保证后世人一定会改变，后世人一定会改变。当然有当时啊，你若要会当佛家讲，哎，我要互今即世人会当改变，那安尼你着爱增加100%的用于即个所在。因为有当时啊，互我咧感觉讲，人生改变，你感觉迄个速度你看袂到，代表你无用功，代表你无用心。其实你若有用心、有用功，伫咧精进地，我较相信你的心念咧改变，你流露出来的面相，会人看足清楚咧。有阵时看，你最近面上改变足济呢？有影咯，伊个心念有咧改变。人爱讲讲面由心生嘛。你个面上安怎是对你个心显露出来？今仔日你个心若拢是菩萨个心、慈悲个心、护法上心。就是观世音菩萨，遐尔啊庄严，遐尔啊慈悲。啊，今仔日你的心哪拢想着讲，我要来做歹，我要来偷，我要来抢，我相信伊的面相，可能是人啊，搁有迄个青面獠牙迄款的。啊，无较叫做面由心生，就是讲对你的心所生化出来。咱今仔日有迄个智慧，有迄个眼光，要来改变着咱家己，要来改变着咱家己，所以爱对心开始去改变，要对心开始去改变，爱因为要考验嘛，好学着好袂过长，耽误着江苏的时间。啊，今仔日江苏呢，就咱第一优点文书的好学。叫做黄敬义黄讲师，人伊个道行呢，其实伊要讲个伊嘛是我个姐夫啦吼，亲个姐夫吼，伊伫青口嘛是有呾30-40年啊，将近要40年有啊，所以对即个道理呢，道行呢，伊研究嘛有啥研究，伊咧讲个逻辑呢，嘛拢条条足分明个，所以我就无要搁耽误伊个。
因为伊今仔日题目就叫“道在自心，以心是道”。讲道呢，可能咱很笼统，无看去，但是道呢，拢无离开着咱的身躯边，无离开着咱家己这个心。啊，无好啊，甲咱请问，今仔日咱安怎来的？是道甲咱带来的啦。今仔日咱要对楼卡爬起三楼，安怎起来？若无道，咱爬袂起来。所以今仔日透过这个显示，咱一定爱来了解讲，哦，道是啥物？较早孔子甲咱讲讲，道也者，不以，不可思如理呀。理也吃，可为道也道。道就是在咱的身躯上，咱唔通伫外口咧找道。那伫外口咧找道，迄唔是真道啊！你家己迄道，你爱找会到，你爱捌会到，你爱了解会到，迄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那我何法就无要搁耽误伊的时间。最后呢，祝咱诸位结缘大德身体健康，法力充满，德福丰盛，感谢。老师好。